孙子，名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晚期齐国人，生于公元前约550年至540年。孙武的七世祖陈完原是陈国的公子，因陈国内乱而逃往齐国，被齐桓公封为掌管百公之职的公正之职。春秋战国相交之期，是一个诸侯争霸、大夫专权、战乱不已的动荡年代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风云中，我们剧中的主人公，中国军事科学理论的伟大奠基人，著有享有中外、震古烁今的《孙子兵法13篇》的一代兵圣孙武，健步登上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人生舞台。臣司马穰苴，感劳君上亲自出城迎接我凯旋大军，臣深感不安。大司马辛苦了。为将此战所获，北燕城池两座，地百里，军将首级10颗，甲图耳郭1000枚，并带所掠北燕宝物器用30车，敬献君上。大司马年事已高，还为国征战，辛苦了。陈大夫，此战军将们都是出于你们陈氏族相，又该你得意了。都是仰仗报国大人的举荐，不然我陈家不会有今天的。你看，瞧这老金官的得意劲儿，不知道君上又要赏赐他们陈家多少财宝封地呢。此次作战，听说大司马运用了奇政之法破敌，我和众爱卿大夫们还急着想听听是怎么回事呢。告君上，下司马不敢专攻，此计出自将军陈书，是他献计将我军分为奇正两兵，以正兵迎敌，以奇兵偷袭，才一举获胜。率领这支奇兵的正是将军陈书的孙儿陈武。哦，陈武。陈无宇，下臣在。陈叔是你的儿子，陈武是你的曾孙，寡人要赏赐他们，你说该赏赐些什么才好呢？好，君上过奖了。我陈家来到齐国已经140多年了，是齐国接纳了我们，养育了我们，我们陈家图报大恩都唯恐不及，还要君上经常驱使我们陈家为齐国征战，建立军功，就是君上对我们陈家的最大赏赐。陈大夫真不愧是中原大族的后裔，知礼守礼。什么时候我们也像陈武一样出军征战，那该多好啊。就是啊，陈叔、陈平、陈武何在啊？下将陈叔、陈平、陈武拜见君上。此次出师大捷，你们爷孙军功最著，寡人想赏赐你们，无论是美女、财宝还是封地，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寡人一定赏赐。如果君上能赏赐我族一个姓氏，将是我族莫大的荣耀。哦，这倒提醒了寡人，寡人已令太卜占卜过了，以乐安的孙毅为封地赏赐你们，
你们就以弟为氏，称孙氏吧。陈叔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孙叔了，从你开始，你的子孙后代都称孙氏。多谢君上赐姓。孙武、陈武、陈武、孙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是寡人赏赐的这个孙氏好听啊。皇帝拜蚩尤与逐鹿，商汤拜夏桀与伯田，武王拜纣王于牧野，这一帝二王的取胜之道有三条：一是得天之道，二是察地之理，三是顺民之情。这些道理你必须反复理会才是啊。学生明白。征杀以求活，任何人都明白，不敢杀人者必被人所杀。你是陈家的后代，陈家在齐国以谋略兵机而闻名，你应该早早立志，立大志。你的父辈赢得了将军的功名，你必须超过你的父辈，立下三不朽之志。三不朽？古人有三不朽之志，一是立德不朽，有武德传世；二是立功不朽，有军功传世；三是立言不朽，有书简传世。无大志者不能成大功啊。学生谨记。来，读这句。这是师公的兵书。杀人安人，以战止战。解释给我听听。杀人安人，以战止战。这句话是说，安定民人，制止战争是武德的真谛。要顺应天意，安定百姓，还得杀戮恶人，用王霸战争来制止诸侯战争。你解释得很好，这是老师的原意。孙武并不认为老师说的有理。你倒说说，我想听。孙武以为天下自古以来争的就是一个利字，如今人与人不相杀就不能生存，家与家不相争就不能发展，国与国不相战就不能兴旺。师公说，杀人能安人，战争能制止战争。可学生以为，杀人夺人性命，怎么能安定百姓？战争毁人家国，激起仇恨，怎么又能制止战争呢？那是因为没有成就霸业。成就霸业，尧舜都成就了王业，被尊为圣人。可是天下不是照样攻杀到今天吗？我年轻的时候跟你的想法差不多，完全一样。也许年岁大了，想法才与你们有所不同。战争究竟能不能制止战争，谁也说不清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一个残酷的现实，那就是不战则亡。鸽子，
你很勇敢，我免你一死。充军做武长。谢谢大司马不杀之恩。好，归队吧。孩子们，你们听着，你们都是大族子孙，可是一旦从军，也就进入了生死之地，而他们都是死囚，他们很想活下去，就一定要和你们殊死搏斗。两军相见，兵戈相交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只有杀才能生，所以我要你们记住，刻骨铭心的记住。嗨，好，下一个。我不想活了，你把我杀了吧，杀了我吧。人活着干什么？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从军的要杀人，犯了军规还要陪人练杀人，被自己人所杀，我够了，不想活了，把我杀了吧。给他唱歌。你杀了他，我也让你当武长。老妹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高大人啊，您又来约我父亲去吃酒吗？您可不要让我父亲吃多了，免得劳累我母亲。哎，每次都是我比他先醉。哦，你就是孙武啊？栾妹是断不肯与凡俗之人交往的啊。高大人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玩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父亲啊。走吧。啊，高大人。栾大人，谁送的酒啊？你准喜欢，打鲁国弄来的。
有女月吗？栾妹该嫁人了吧？是该嫁人了。甄家的孙武你看怎么样？醉话，倒叫我女儿往虎口里跳。今天呀，一定要喝个一醉方休啊。这高大人常与你父亲一块吃酒吗？也不常。我师公啊，最烦高强这个人了，说他粗俗像吴国人，虚伪像鲁国人，无情像楚国人，多心像晋国人。那倒有什么地方像我们齐国人呢？有，唯有奸诈像齐国人。那就像你。像你。来吃果子。这么咸呢？浸过水的？哪里，这是我今天早上专门上山为你摘的。哎，你尝尝。嗯，什么味儿？你的味儿。五哥，你喂我。齐国的事都明摆着呢，陈家自从田大司马被君上启用之后，今年封信，明年赐地，眼见着一天天发达起来，如今巴结他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你愿意巴结你自己去巴结，不要打我女儿的主意啊。我倒也得有这份福气啊。再说你家栾妹喜欢孙武，让她嫁一个她喜欢的人，她不会怨你的。哎，她喜欢虎狼，我也把她嫁到虎狼窝里去吗？陈家就这么可怕？陈家势大，你没看出来？这些日子鲍家老给陈家套近乎，讨好陈家。你别忘了，鲍国他也有个女儿，与你们家栾妹不相上下。现如今鲍家与我们栾高两家旗鼓相当，如果你栾家与陈家结了亲，我们就可以孤立鲍家，日后把他整垮，这样陈家就孤立了，然后咱们再图谋陈家。你倒提醒了我，原本他们都是小孩子，突然间长大成人了。你说鲍家的女儿哪个女儿？鲍家就这么一颗掌上明珠，叫鲍田一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扶一手好琴呢、啊。琴谱得越发好了，只是这样伤感的曲子今后就不要再弹它了吗？田一记住了。是我喜欢听这曲子，田一孝顺才弹了一回。田一，你愿意为父亲也做一件事吗？父亲只管吩咐，田一没有不从的。父亲想把你嫁给陈家的子弟，
谁？孙平的儿子孙武。父亲，妹妹不能嫁给孙武。怎么就不能呢？孙武在军中是让司马攘居的宠爱，待人十分简慢，要是与他家攀亲，他必然对父亲母亲不恭敬，他会欺负妹妹。再说孙武一直与栾家的栾妹相好，也非一日的。天一，这事儿你不也都知道？天一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孙武和栾家小妹的事，天一也从大族子弟的口里听说过。哦，祖父，父亲，我要娶栾家的栾妹。早就知道你与栾妹好，我和你父亲说过几次，我们也都喜欢她。你祖母母亲都去世得早，不然早就使你成了这门亲了。那什么时候那才订婚呢？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事还得告诉你祖公呢，再由你祖公选个好日子啊。孩儿知道父亲为什么想攀这亲，然而孩儿以为当今齐国陈豹高栾四族势力都相差无几的。齐国这四族唯有陈家兵甲多，而且后继有人，陈无余以下长子陈启文韬武略，是兴国安邦之才，就不必说了。次子孙叔勇武，其孙孙平博学，如今更出了个曾孙孙武，师学大司马，令人生畏。我们鲍家、栾家、高家都是日薄西山了，谁能联合陈家，而且还要不断的削弱陈家的势力，谁才能免遭灭族之灾，在齐国立住脚？父亲放心，田一虽是女子，这家族相争之事田一也见过听过不少，只是栾妹与孙武已经抢先好上了，只怕田一辜负了父母和家族的期望。天一，你真的愿意这样嫁到陈家去？父母能这样把天一放在心上，为天一做主，是天一的福分。虽说孙武与栾家小妹已经好上了，但毕竟还没有聘问婚姻呢。如果我们抢先聘问，难道他陈家会驳我们的面子不成？再说又怎么知道孙武会看不上我们的田一呢？你在忙什么？抄的是兵书。我让你抄的月书都抄完了？剩的不多了。为什么读这些兵书？激光想学齐国的兵法谋略。我吴国地处东海，与中原上国文化不通，王族野性未消，百姓不懂贸易，要想治理吴国必须向中原上国学习，而中原上国的治国之道皆在礼乐之中，礼乐是治国之本，学好礼乐方能治理吴国，成就霸业。我们吴国没有礼乐如何兴盛啊？你父亲朱藩王的遗志怕是早就忘了吧？
尽管不敢忘记父王的遗训，必使吴国称霸中原。你把两只手抬起来，以你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试试。一个人在同一时刻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同时射两只鹿，逮两只兔子，你将什么也得不到。就是要学谋略，也得拜高师。这些流传在民间乡野的东西，只会误人呐。是来学兵法的吗？正是。先生，不错，是块好玉。不过自古以来想学兵法的人所献的觐见礼不是这些东西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是人间有的，请大司马明示。我要100只刚刚割下来的人的左耳朵。这不是任务，杀人杀人。晚辈明白大司马的教诲，学习兵法就是为了杀人。可我就是把你这门前的人都杀了，也割不够100只耳朵呀。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你只要敢杀了我的家臣，而且割下他的人头，我就收你做我的弟子。你们兵家一贯暗用骗术，我就是真杀了他，你也未必会收我为弟子。可再说一层，你就是想收我，我还未必就愿意拜你为师呢。哼，叔伯，这个楚国人够狂妄的。师公，来，走吧。
干点别的吧，不还是去经商。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到处好找。我跟你说，齐国的军队就要在北教城演练，难得齐国的大族都聚在一起，找个机会就能把咱们的皮甲给卖了。嗯，嘿，走。进行射术比赛了。道国大人，我到那边去看看。哎，道国大人啊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这儿有上等的皮甲要卖。啊，再说再说。孙大夫，你瞧，下边要表演射术了。你卖的是什么？皮甲。可是上等的皮甲。你瞧，这可是上等的丝牛皮甲。可是真正的丝牛皮甲，绝对是上等的丝牛皮甲。你瞧你瞧你瞧啊。
明天到我府上来，我要验货，一言为定。啊，好，一言为定。好。孙武真是百发百中，你看又射中了，破奖了。好，哎，太好了。哎，你这玉佩卖吗？什么？你这玉佩卖吗？这是我自己佩戴的玉啊。我问你卖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快走快走啊，我们的买卖做成了，走吧。你想干什么都可以，可是你父亲答应我的钱币一个字儿也不能少。瞧你让那个小女子搞的，一件事也做不成。子虚千里迢迢来到齐国，不务正业，百无聊赖。伍子胥呀，伍子胥，你真是没出息。武儿啊，子父。武儿，新打的鹿肉趁热吃啊。哎，父亲，你总这样惯的。吾儿他母亲去得早，那时你成年在军旅之中，是我看着他长大，我怎能不疼他呀？明日早起还读太公兵法。是父亲。好，去吧。吾儿啊，来来来，趁热吃啊。哎，来吃吧。哎呀，真香啊。吾儿啊，你常去栾家，有件事你替祖父打探一下。什么事？听说那个叫贾居起的商人手里有一批楚国的四牛皮甲，最近要带一批到栾府去验货，你留心看一下货的真假成色。嗯，停车。这是大司马的兵车。好，慢，壮士，你是什么人？拜见大司马，晚辈是吴国公子季光，要拜大司马为师学习兵法。你是吴国王族？
难道不懂齐国礼法，竟敢在我的府前杀死我的家臣？是大司马叫我杀的。我叫你杀的？昨日在府前，晚辈亲耳听见大司马说过，谁敢杀死家臣，割下他的首级，大司马就收他为弟子。那不过是一句玩笑，你怎么可以当真呢？难道叫人杀死一条性命只是一句玩笑吗？